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财经日报》，我是安东。内地推动经济复常与放宽出入境管制，市场的信心呢获得了提振。内地与香港股市在2023年的第一周是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恒指日前成功收复250天均线。 周五呢，虽然说小幅的回调，但是全周累计大涨了1210点，升幅是高达6.1%。随着内地与香港通关在即，市场呢是越发的憧憬经济复苏。港股后市走向如何？又有哪些板块会受到带动呢？我们稍后啊会请到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刘刚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点评。 那至于说内地股市呢，在周五是全线的上扬，沪指连涨5天，全周涨了超过2%，而深圳市场呢，全周更是升了超过3%。我们先来看报道。香港股市经过连日急升后小幅回调，美股隔夜下跌，但对经济复苏的憧憬，有助恒生指数开高168点，早盘最多上升230点，但调整压力拖累指数在午后倒跌，最多下跌189点，失守21000点关口，中场收窄涨幅至只有60点，收在关口下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0991点，下跌60点，跌幅0.29%，主板成交1482亿港元。 总结全周，恒指上升1210点，升幅6.11%。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和汽车股大幅回落，小鹏和理想下挫超过6%，美团下挫超过4%，但腾讯、阿里、京东和哔哩哔哩保持升势。澳门博彩和消费股也走低，但内房股受国策支持普遍上升，部分金融和石油股也上扬。 内地沪深股市集体收涨，沪指震荡走高，中场微升0.08%，是连续第5天上升。创业板指数一度大涨超过1.7%，尾盘升幅收窄至接近1%。沪指收报3157点，升2点，升幅0.08%。深圳指收报11367点，升35点，升幅0.32%。创业板指数升幅0.95%，科创50指数升幅0.77%。 两市成交额放量至超过8000亿元，北向资金净买入60亿元。总结全周，沪指上升2.21%，深圳指上升3.19%，创业板指上升3.21%。从盘面上看，新能源汽车板块表现亮眼，光伏、储能板块涨幅居前，旅游、彩票、教育板块跌幅居前。以全周计，热门赛道股涨势强劲，近日硅片价格企稳，以及组建企业对2月的订单需求看好，带动多只光伏概念股造好。 其中，东方日升涨2成，海油新材涨超过18%。另外，中汽协日前预测，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突破900万辆，新能源汽车市场将维持高景气度。加上比亚迪发布新的高端汽车品牌，也刺激了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链的升势。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上扬，韩国股市升幅1.12%，日本和台湾股市升幅不到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呢，周五是进一步的攀升，中间价、即期价和离岸价都是攀升至超过4个月的新高，为2023年开局迎来了强劲的一周表现。中国经济复苏的憧憬继续发酵，加上春节前的节汇需求强劲，推动人民币汇价周五进一步攀升，中间价6.8912刷新去年9月1号以来的新高。 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重上100点水平，较周四上升0.5%到100.04，创去年10月26号以来的新高。今年开局至今累计上升1.39%。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震荡回升，中午曾经逼近6.85水平，收盘回到6.8588，再创去年8月25号以来的新高，收升143个基点。 2023年第一周的4天交易里，即期汇价连涨4天，累计涨幅超过900个基点，幅度达到1.35%。离岸汇价跟随升势，曾经涨破6.86水平，也创近4个半月新高，与在岸价维持少数几十个基点的价差。国际汇市方面，美元汇价走势偏强，市场预计美国劳工市场维持紧张。 推动美汇指数触及接近1个月新高，预计全周将攀升接近2%，是去年9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其中，对欧元刷新超过3周新高，对英镑刷新6周新高，对日元也涨破134日元水平，触及3周最高位。日本财务省周四因应央行调整收益率曲线政策，上调了10年期公债的票面利率。周五发行的公债票面利率由之前的0.2厘上调到0.5厘，推动二级市场收益率攀升，十年期收益率上升至0.5厘，创出2015年7月以来的新高，并触及央行的目标上限。不过，央行连续3天进行紧急购债操作，令其他期限收益率普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呢，在周五是继续地量进行逆回购操作，令全周的资金回笼的规模呢是超过16000亿元人民币，创出了纪录新高。但是无碍银行间债市的资金面宽松局面。中国人民银行周五的逆回购操作连续第2天维持地量，央行表示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天开展了20亿元人民币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持平。 单日净回笼3840亿元流动性，令全周回笼资金达到16010亿元，创出单周纪录新高。不过，新年首月初资金压力不大，市场流动性充足，市场形容是削峰填谷，并为春节长假前腾出操作空间。整体资金宽松格局没有改变，银行间市场资金面也维持宽松，隔夜利率维持在0.5厘附近，7天和14天期利率反弹，但没有脱离低位。 债券市场则走出分化行情，长债在银行配置需求支撑下较为坚挺，10年期收益率先涨后下跌，中短债表现较弱，3年以内收益率上行2到4个基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港股在连涨4天之后啊，今天是小幅的出现回吐，恒指失守21000点大关，但是呢，全周累计涨幅超过6%，为2023年迎来了良好的开始。 那相关话题啊，我们也马上请教今天的嘉宾刘刚先生。刘先生您好，主持人您好，刘先生，这个港股在新的一年的第1周啊，可以说是气势如虹，成功收复250天线。那从技术走势上来看的话，您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已经摆脱了熊市，迎来了反转？那今年这个恒指的目标点位是不是也可以看得更乐观一点呢？嗯。 相比2022年的弱势啊，2023年的确我们对港股可以相对更为乐观一些，啊，我们在2022年11月份发表的全年的展望，判断港股转机见现，骤雨不终日，其实也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那么从11月份的底部以来呢，其实港股的主要指数反弹幅度都在30-40%，部分板块的反弹幅度呢甚至超过了50%。其实我们看背后的驱动因素啊。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的压制港股市场的3重压力都有一些缓解，这3重压力呢，分别是美联储影响港股的分母，中国的增长预期呢影响分子，地缘局势等因素影响风险偏好。所以涨到了这个位置啊，我们去判断后续的市场的前景和节奏的时候，需要思考的问题，它的节奏会怎么样？ 那后续的节奏呢，其实也取决于刚才我提到了3重压力依次的一个解决。我打一个比方，就等于呢是上3层台阶。第1层台阶呢是风险偏好的修复，这个呢在11月份的上涨过程中呢，基本已经差不多啊完成了。第2个台阶呢是在1季度，我们看到美联储停止加息带来美债利率下行，还有进一步的估值修复的空间，这个呢也是相对比较明确的。 但是第3个台阶也是市场涨幅最大的空间，其实是来自于2季度之后盈利修复带来的一个弹性。那么，如果后续政策的发力的力度以及消费修复的力度超出我们预期的话，我们预计港股的空间呢可以高看一线，有点类似于2017年的情形。但如果最终兑现的结果是一个温和的修复，是一个单高位数的盈利的修复的话，那可能市场呢在指数级别的这个涨幅会受限，重新转向一个结构性的行情。 只不过呢，我觉得相比2022年啊、2023年的情形，即便我们作为一个保守的假设，也可以交易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这是我们对于港股市场啊整体节奏和空间的一个判断。主持人，好的。那随着这个香港和内地即将全面通关啊，这个过去3年受到疫情严重打压的消费类板块营收呢，现在是渴望大幅的改善。 而中资科网板块呢，深受困扰的，像这个监管还有中美审计问题呢，现在也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善。那您觉得今年港股的市场风格应该如何去判断？在布局方面，您会给出什么建议？在1季度呢，我建议呢，还是可以重点的关注啊，在政策发力预期啊，地产和疫后消费修复预期可能推动的这些政策敏感的板块。 包括呢，地产的相关产业链以及一部分的大消费，只不过呢，啊，在前期的反弹之后，可能我们要关注市场预期打进去以后啊，它有一个期待后续地产的政策，包括修复消费修复的前景一个兑现的过程。也就换句话说，大家之前的强预期到底最终能成为一个强现实还是弱现实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在消费大消费板块的内部，还有商品和服务性的消费，服务性消费内部还有一些结构性的选择，这个都是我们在配置这两大块相对要注意的一些结构性的差异。相比上面提到的这两块呢，其实我们相对同样看好，甚至更看好一些香港的互联网和部分的医药板块。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经过了过去1年多2年的时间，确实基本面看到了一些拐点；第二个呢，政策的环境内外部都逐渐的转好；第三个呢，它对于美联储政策相对变化、利率下行的弹性会更大一些。而且从一个宏观大的基本面来讲，如果我们下半年看到是增长是一个温和的修复，那可能整体市场呢会进入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也相对有利于这些结构性的板块成长风格的表现。嗯，那我们再来看看美股啊。那至于美股方面呢，昨晚出炉的这个小非农数据是高于市场预期的。那今天晚上呢，即将出炉的12月非农数据也受到了高度关注。去年全年美联储累计加息是425个基点，紧缩政策呢直接是冲击到了这个美股的表现。美股3大指数是全年录得了显著的跌幅，终止了连续3年的上升。从就业数据上来看吧，这个美联储未来会不会放慢加息呢？现在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对于美股前景，您怎么看呢？是的，对于美股而言呢，其实这本质上是一个拉锯和跷跷板的问题，分子和分母的拉锯，通胀和增长的拉锯。那现在美股处在的周期的阶段啊，从增长的角度来看，正在而且还会继续下行，甚至最终走向一个相对温和的衰退。所以其实它在分子端的压力呢，大概率是必然的，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我们判断这个时间的压力点呢，可能出现在2季度，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需要关注它的波动可能带来对于全球市场一个共振的扰动。那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压力在分子端的压力既然必然或者说大概率会出现的情形下，其实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期待的是美联储可以通过解决一部分的通胀的压力，停止加息，甚至传递一部分相对宽松的信号，通过分母端来对冲分子端的压力，也就实现一个所谓的 damage control。 但是呢，实现这样一个预期并不是白来的啊，换句话说呢，也不可能完全的一帆风顺，它需要通过衰退和市场的波动来倒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年的美股，我们的判断一句话叫做欲扬或须先抑，一个主要的逻辑所在。那么相比市场呢，不过一些相对悲观的观点啊，我们有2点不同。那么第一点呢，在于这个抑的程度在2季度左右，我们并没有看得那么深，主要是基于基本面，并不是一个深度的衰退。同时呢，我们预计下半年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通过分母端和成长股的带动，还是可以起得来的。所以全年有望实现一个微弱的正收益，但是中间呢会有一个抑的过程。这是我们对于美股市场的一个整体的判断。嗯，那去年包括能源还有这个农产品等商品价格是大幅的飙涨啊。不过呢，传统被视为对冲通胀的黄金，确实因为美联储暴力加息而缺乏表现。不过呢，在这个美联储政策可能会出现拐点，以及呢衰退和滞胀风险升温之下呢，黄金在新年的第1周触及到了每盎司1850美金的水平，是7个月的高点。那今年您觉得黄金价格是否可以迎头赶上呢？我们从2022年的4月份其实就在提示美元定价黄金的压力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美联储加息的影响。本质上呢，就是实际利率对于黄金定价的一个影响超过了大家避通胀或者说避险的一个需求。那么展望2023年呢，的确它的表现呢会比2022年好。那背后的原因呢，正好反过来也是实际利率的下行。那么实际利率的下行得益于什么呢？衰退预期带来的一部分的宽松预期。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前期在宽松降速的这么一个预期推动黄金反弹之后，我们觉得下一个黄金更大的弹性和超额收益配置的价值在于2季度左右宽松预期能否形成，能否在衰退预期带动下倒逼出来。那么这样一个情形呢，其实比较类似于2019年。2019年我们虽然表面上看到美联储加息放缓，表面上看到名义利率在下行，其实我们细究来看呢，它的表现超额收益弹性就在5到7月份衰退担忧升温、降息预期升温的时候。那么在之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成长股的反弹明显的要超过黄金的表现。在之前呢，因为通胀的压力，黄金反而可能还反反复复的受压制，所以它之前之后都是跌的。这就充分的告诉我们什么呢？看似的美联储宽松预期的一个升温，或者说利率的下行，并不能作为我们笼统判断黄金表现的一个依据。我们要区分不同的阶段，它的主导逻辑。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判断资产的相对的表现，它能不能表现跑赢其他资产，甚至阶段性的它可能出现一定的回调。所以，黄金更大的弹性呢，在于接下来降息预期的升温。嗯，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刘刚先生为我们做的点评和分析，谢谢您。中国银保监会表示啊，修订所谓的三个办法一个规定。银保监会在周五呢刊发征求意见稿，表示对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及项目融资业务指引等信贷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三个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现在呢公开征求意见，修订呢主要。适度的拓宽流动资金贷款与固定资产贷款用途和贷款对象范围，同时呢明确受托支付标准，这个适度的调整受托支付的时限，增加紧急用款相关规定，提升灵活性。好，在下一节回来呢，会带您关注由美联储官员认为今年的通胀将会舒缓。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欧美股市表现情况。欧洲股市呢是普遍的靠稳，欧元区通胀率回落到了单位数，并且呢低过了这个预期，但是呢核心指数高过预期，投资者观望美国公布这个非农职位的数字，也令大盘缺乏动力。但是全周呢斯托克600指数的累计涨幅将是过去8周以来最高。而在美股方面呢，美国上月的私营企业职位增幅呢比市场的预期要大，再加上上周首次申领失业保险救济的人数回落，市场担心呢美联储可能维持高利率更长的时间，拖累了昨晚美股三大指数是全线的下跌。三大指数呢都是下跌超过了1%，标普500指数的11个行业分类几乎是全线下跌，只有能源股是跟随油价向好。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最大，达到了1.47%，触及超过1个星期的低位。有美联储官员认为啊，今年通胀将会舒缓，经济软着陆的机会呢也会增加。但是有投资银行就认为，当局其实是希望通过经济衰退来推低通胀。被外界视为联储局大鹰派的圣路易斯联储银行行长布拉德认为，美国通胀仍然太高，但一些指标正在回落。2023年可能是告别通胀飙升的一年，利率相信将变得足够具有限制性。布拉德指出，美联储今年计划继续提高利率政策，使通胀预期恢复到与当局2%目标一致的水平。而随着实体经济正常化，今年实质通胀可能会跟随通胀预期下降至较低水平。布拉德又提到，货币政策尚未处于阻碍经济发展的水平，但很快就会成为事实。再加上低通胀预期，可能会使今年成为低通胀时期。即将在本月底退休的堪萨斯联储银行行长乔治在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表示，当局需要确定通胀回落至2%的趋势，才可以调低利率。他认为，维持5厘以上的基准利率水平至2024年将会是合适的做法。乔治又指出，加息导致需求疲弱，推动通胀放缓，足以引导经济增长放缓。但他又相信，美国可以避免陷入经济衰退。而美国银行首席经济师哈里斯在接受有线新闻网络访问时估计，美联储今年最少再加息0.75厘一次，使联邦基金利率升至5厘至5.25厘。他又认为，美联储不会停止发放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讯号，因为当局确实期望经济陷入衰退，借此使通胀回落，向市场展示对抗高通胀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内地调整疫情防控受到了外资企业的普遍欢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周五就表示呢，近期外资专班走访了多家外资企业和外商协会，有不少的企业都表示啊，已经开始制定集团高层访华日程，推动重启相关的项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周五在出席线上记者会时表示，近期外资专班对有关外资企业和多家外国商协会开展了走访了解，不少企业认为优化疫情防控措施非常及时，令人振奋。还有不少企业已经开始制定集团高层访华日程，推动重启相关项目，并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内地消费市场也随着疫情防控的调整逐步恢复。据商务部的统计，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平稳增长，年货、日用品等商品需求升温，服务消费也呈现恢复态势，包括假期的电影票房突破了 5.5 亿元，影院的营业率也达到 85%， 创10个月以来新高。束觉婷认为，国内消费需求将会逐步释放，消费总体有望保持稳步恢复的态势。在汽车消费市场，束觉婷表示，受到疫情和有关支持政策的退出影响，汽车消费出现了一定波动，扩大汽车消费面临一定压力。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加大汽车消费政策文件的落实力度，并将会同有关方面研究扩大二手车流通，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等政策措施，促进汽车梯次消费、循环消费。凤凰卫视小文侯有韵北京报道。2023年春运呢将会在7号开始。中国交通部方面就预计，今年春运的客流量将出现大幅增长，达到20.95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1倍。内地即将迎来疫情防控调整后的首次春运，从1月7号持续到2月15号，共40天。中国交通部方面预计，今年春运期间的客流总量约为20.95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9.5%，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0.3%。其中，预计碳氢流约占55%，务工流约占24%，旅游和商旅出行约占10%。随着一类一管措施加快落地，跨区域人员流动加速释放，加之疫情3年来人民群众累积的回乡过年、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春运客流将从长期低位运行到快速恢复攀升，交通运输组织将从低负荷状态到满负荷运营状态。为保障民众出行需求，国铁集团表示，将会按照充足安排、按需启动的原则，科学安排客车的开行方案。中国民航局方面则表示，在春运期间，全民航日均安排客运航班11000班，为2019年的73%左右。同时，将鼓励航空公司灵活调配运力，满足热点地区、热点航线，比如北上广至三亚、海口、成都、重庆等路线的出行需求。另外，港澳台的客运航班也将会大幅增加。凤凰卫视小文侯有韵北京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再会。